再一次有幸请尹老师来讲课呢，是因为我们博物馆在深化这个中国碑帖的课题的期间呢，在策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投入的上海博物馆的第一期的网上课程。第一期的网上课程的专题就是中国碑帖。那么在得到全国各地的馆长以及学者的支持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同时也到了故宫，求教于故宫的专家学者。那么尹老师就是故宫的热心的学者之一，他呢几十年如一日沉浸在这个故宫的碑帖库房当中，整理实物，进行研究、梳理、写论文、做展览。不仅如此呢，还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虽然他本人看上去也是还是很年轻，那么在跟他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仅得到了很多关于故宫所藏的碑帖珍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也学到了他的一些研究方法，还了解到了很多原来不知道的知识。那么所幸的是呢，这尹老师的这个讲座不是单单一个讲座，他今天上午还接受了我们整个一个上午的一个访谈。这个碑帖系列的课程当中，他也是我们网上课程的主讲老师之一。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他仍然带来了故宫所藏的碑帖以及他新近的发现和新近的研究心得。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欢迎尹老师给我们讲座。休息日的晚上，这么多听众来关注这种碑帖，我们现在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它不是一个收藏的热门，而是冷门小科啊。这么你们对它的这个关注，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题目呢还是上次讲过的题目，但是中间呢就是略加了这个一点内容，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以前的老朋友啊，还有新朋友，在那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呢，因为你们都是有很多基础知识或者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啊在里面，所以说我介绍的时候呢，我也要那个顾及一下，就是说了解和不了解的听众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想得到什么样的这个知识和这个信息，所以根据这情况呢，就是略有这个增加和这个改动，有一些呢是新近发现的一些，但是基本上还是上次的这个课题。我讲的这个题目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故宫博物院的碑帖拓本收藏来讲。那我国呢，许多这个博物馆和图书馆呢，都有这个碑帖拓本的收藏。那故宫的碑帖拓本呢，将近有3万件，包括呢刻石啊、摩崖、墓志、石经、刻帖等等许多的这个类别。这个拓本收藏的特点呢，对于我们故宫来讲呢，主要是有几点。有这个拓本这个本身这个版本的优胜啊，有的呢是孤本，有的呢还是这个拓印时间最早，有的呢就是说在外面很少有流传的。故宫多年以来呢，它恪守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严格的按照定级的标准来这个定级。现在呢，就是有一级品呢有200多件。标明二级品的呢有3000多件，但是随着我们现在在继续的这个编目和整理，二级以上的这个文物呢，肯定还会根据这个它的实际的条件、实际的情况，这个还会这个数量还会增加。虽然呢，我们的收藏的数量在全国博物馆和图书馆当中呢不是最多的，但是精品、善本。应该是属于馆藏之首的。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拓本收藏呢，
主要的这个来源构成有三个方面，一是拨交捐赠的，二是1949年以后呢收购的，第三是清宫遗存的塔文。就是真是粗略的一个统计吧，拨交捐赠的差不多是16000多件，收购的呢是4000多件，还有故宫旧藏的呢是5000多件，还有其他的这个来源。故宫收藏拓本的这个构成的第一呢是拨交文物，拨交和这个捐赠的。拨交呢就是上级单位拨给故宫收存的，这一部分情况因为比较复杂，这个其中有包含这个委托国家文物局啊指定捐给故宫的，也有直接捐给故宫的，还有是调拨的文物，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把这一类呢就以捐赠项来合并来统计。把自己这个珍藏的文物捐给故宫的人士呢非常多，在拓本类里面呢就有我们现在列举的这个很多先生啊，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人士啊，还有这个日本友人啊等等。在这其中呢有两位先生把自己珍藏的这个自己珍藏的这个珍贵的这个拓本呢捐给国家，就是更值得大力的宣传。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马鸿院长，他1932年呢是任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1952年呢是被迫离职。那马鸿先生呢他是金石学大家，著作呢就是有这个汉石经集存呐、樊江斋金石丛稿等等。他一生都立志于这个金石学的研究，搜集了石刻和铜器拓本有10000多件。1955年他这个去世以后呢，家人就遵照他的遗愿，把他毕生的这个收藏呢就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捐赠的这个拓本呢里边就是几乎涵盖了所拓本所收藏的这个门类，就是拓本的这个门类他都有啊，刻石啊，什么摩崖墓志啊，造像记、石经啊，还有全形拓、刻帖等等，这些门类都几乎这个有。其中最多的数量呢是墓志和这个造像记。汉魏石经是马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成绩非常卓著，有很多篇的这个论文和这个心得面试。除了上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著作之外呢，就是还有我们院的施安昌先生和几位同事，后来呢就是把他这个收藏的这个拓本上的一些题跋，就是58篇从来就没有那个发表过的，所以在故宫学刊的这个创刊号上也发表了，名字叫这个樊江斋金石题跋，就让人们了解到他就是这些学识和他的研究成果。那马鸿先生呢，他这个精益求精啊，细致入微、严谨认真的这个治学态度呢，也能从这个捐赠的这个拓本上来看到。比如说这一件拓本呢，就是这个一段题跋是在民国14年的时候这个写的啊，这上面呢就是大概写的是这个写的是这个意思，说这个碑呢正面呢是这个尚书吴懿军事，这个背面呢这是正面啊，这是正面啊，这是背面，说这个这块石头呢它的正面呢是尚书吴懿军事，背后呢这个是春秋喜功文公。在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洛阳城东30里外的这个诸葛的村啊出土了。当时刚出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拓工，他叫赵道，他呢就是传拓了12本。12本呢，第二天呢，这块石头就是大的这石头啊，第二天这个大的石头呢就被这个村里边一个姓白的一个人
给它凿成了两块了，原来是一块嘛，都凿成了两块。这一本呢，这个一对儿这个轴子呢，就是当初那个赵道他拓的十二本之一，所以是完整的，没有被凿的啊。说这个拓本呢，是他三次到洛阳才能够求得的。哎，以后呢又出土了这个碑的这个残石有很多，那说现在呢，我就把他这些发现的这些呢，依次呢就补在这个缺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黑的大大小小的都是这个拓片，是他考证出内容它的位置之后把它给补上的。当时呢就说，尚书补了这个三十啊，春秋补了五十啊。其中这一块呢，哎，这一块呢，这个石头是一个这个黄县啊，姓丁的，他的旧藏是在20年前出土的啊。说现在这一本呢，今天啊可以称是这个碑的祖本，以后如果要是再有出土的话，我就一定会把它给补上，续补上。那到这个民国18年的时候，这一段啊，民国18年的时候呢，他就三月，那马鹏先生他就又再拔了一段，说这一本就是装成以后，我又得了残石呢很多。如果可以确切知道这一本这个是他在《尚书》和《春秋》里边的，这个字呢，《尚书》这一个呢是有6块石头，那《春秋》呢一共有这个16块石头，我呢就依次。拓完之后把它又给补装上了，说到现在啊，装成以后先后我一共补了3次了。所以说由这个提拔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马先生呢，他这个多次求索得到这个拓本，他不仅呢考定出了这个文字先后的这个位置，而且尽量拼合，还进行了数次的补表。这一幅呢就体现出他认真做事的态度，努力求索的精神，所以呢是世人的楷模。第二位呢是朱宜安先生啊，朱宜安先生他叫朱文君，字幼平，号宜安，他是这个近代著名的古籍碑帖字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呢，他就是这个专门委员啊，负责鉴定书画碑帖。到1934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古代艺术展览，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绘画第一次的大规模的这个出国的展览，其中的绘画部分的展品就是由朱宜安先生他来选定的。那朱先生他能书，他也善画，而且呢博学精鉴，特别嗜好这个金石。他有一著呢是欧斋石墨提拔，还有读这个左传啊，读左传札记，还有读汉书札记的。这个是我们就是这90年出的这个欧斋石墨提拔啊，这个是文献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的。在这一段这个在这一个书里边啊，这版书里边，启功先生他就对这个当时这个朱先生他藏的这些拓本呢，就是有评价说，近代石墨之藏无过于此，完且没有，完且没也。就是说，近代这些拓本啊，这个收藏没有越过它，就比这些更完美的了。这是后来我们院里面这个呢，是后来我们在2006年的紫禁城出版社，他又出版。一些图，这个朱先生呢，他收藏的这个，因为他这个学识呢啊非常渊博，所以他能够慧眼识宝，收藏了很多这个碑帖的精旧的拓本。这些这个收藏呢，哎，它有几个特点，就是名碑名帖多，第二呢是善本精拓多，第三呢是鉴藏家学者的这些提拔呀提实多。现在就是比如宋拓的魏元匹碑，哎，范氏碑九成宫啊等等，
这些我们列出来的，还有这个明化的石鼓文、张仙碑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啊。还有这个，这里面还有这个孤本。那现在呢，故宫的一级品文物呢，一共有200多件，其中呢，就是朱一安先生他捐赠的就有50多件，是占这个比例是27%以上。他收藏的这些拓本呢，当时马衡院长在任的时候呢，就曾经想说，用10万，就是准备这个拨款10万呢，为故宫博物院来收购啊，这个朱一安先生他藏的这个碑帖。但是当时呢，朱先生就有说将来无偿捐赠博物院的这个诺言。这个朱先生呢，他有为了这个买这个碑帖啊，心爱的这个文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借债来买。买了之后呢，他让家人来缝这个帖套，而且他特别爱惜，他就是那个把那个他在里面写题跋的时候，他都舍不得写题跋，他觉得这个不能够破坏这个这个拓本呐、这原来的这个面貌，所以有时候要写他的心得和题跋的时候，经常是用令纸写完了夹在里面。那个朱先生呢，他就不计个人得失，在去世前呢，就留下了这个遗嘱啊，说将他珍藏的这个宝贵的这个这个文物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当时那个珍藏了有2万多册善文古籍图书，就捐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这个精品花梨紫檀家具60多种，分别赠给了这个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还有浙江省博物馆。1954年啊，朱先生的这个夫人张献芷女士就带领着她的孩子们，就把这个他收藏的善本碑帖700多种、1000余件，就无偿的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他捐赠的这些东西呢，刚才咱们提到捐赠的这些文物呢，现在许多都是各个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了啊，所以这种爱国主义的这个精神和对于这个文物事业无私的奉献呢，就是世间的楷模。所以当时呢，中央文化部呢就曾经颁发这个奖状来表彰他保护文物，而且是化私为公的这种高尚的品德。除了这个咱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两位大家之外呢，上述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先生呢，他都有无私的捐赠啊。还有提到的就是香港的胡慧春先生啊，他这个捐赠呢非常著名的四本之一的这个西岳华山庙碑，汉的这个华山庙碑这个4名本啊是他捐赠的。还有日本友人这个约雪村先生，他捐赠了宋拓的松桂堂帖啊等一批文物。这个松桂堂帖是孤本，孤本是什么？独此一件。再讲一讲这个故宫拓本的收购。收购呢是故宫这个藏这个拓本的另一构成。那马子云先生呢，是故宫老一代的这个碑帖专家，他呢最早的时候是擅长的是拓碑，所以呢被马衡院长呢就是聘请说啊拓碑，以后呢就从事这个碑帖鉴定和管理。这个他呢曾任这个故宫的博物院的这个研究馆员，还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会员啊。主要著作呢就是有《碑帖鉴定》《碑帖鉴定浅说》，还有《金石传拓技法》等等，还有一些文章。这马先生呢，他特别就是，有一点，他拓这个立体器型，我们也叫全形拓啊，拓得非常好。那这一件呢，就是郭继子白盘，是西周晚期的。在这件文物呢，是西周宣王12年的时候造的。这个在清道光年间呢，陕西省这个宝鸡县啊郭川司出土的。当时农民呢就用它装那个盛那个饮马的水，饮马的水。后来呢就是被那个梅县县令兼宝鸡县市呢
徐谢军他就发现了，说这上这个花纹啊特别好看，所以他就买了，买回来之后呢就是据为己有的，就带到自己的这个老家去常州。后来呢这个太平军呢攻克了常州呢，就被太平天国的其中一个王所得了。到同治三年的时候呢，淮军部将呢刘铭传，哎，他后来任这个台湾省的这个首届的这个巡抚，他呢就攻克了常州以后呢，就把这个兵带回到这个自己的原籍合肥。这件东西的重器呢，就成了这个刘氏他的家传之宝。后来呢，就是被许多权贵呢都盯住了。北洋军阀时期啊，就是河南的军阀也到那个刘家去搜。那后来这个李宗仁也派军队去搜啊。之后呢，日寇占领了这个合肥以后呢，也到刘家去搜啊。还有国民党军队也去搜，当时把他那个房子的顶都给挑了，而且呢挖地呢，有的地方3尺，有的地方5尺，就没找到。因为他把它深藏在啊，据说是深藏在就是厕所下面，啊，就是埋在那个下面了。后来到这个1949年的时候，就是刘铭传他的曾孙啊，叫刘素增，他就把这一珍贵的文物呢就捐献给政府。所以开始是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到1959年的时候呢，就移交给了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个盘呢是郭继子。哎，他呢就是当时作为这个洗澡器的，是因为他记对这个记载的这郭继子白呢，他受了这个周王之命去征伐当时西北的这个强族叫鲜允的，哎，征那个当时在洛水之东，后来呢就有功，有功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件盛事呢，就造了这么一个重器，里面有铭文呢111个。这个呢就是马先生踏下来的，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马先生踏下来的，不是照片，后来还出过邮票，踏得非常好，我们叫这个立体器型或者全形踏。那在那个马先生他的这个主导下呢，就是收购了很多这个国家一级品的这个文物啊。因为马先生他记那踏本呢，他需要就有考据字，也叫就是以教刊为主的这个金石考据学，他因为他踏碑，所以他从一个踏工开始，但是呢他呢特别爱，所以他记了好多考据字，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就比老先生要差很多啊，他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呢就是严格呢就是记住考据学以后来鉴定是很有帮助的，他就严格按照这个国家一级品这个一级博物馆藏品的这种收购要求，除了达到就是这个达到这个在入藏标准之外呢，就当时把故宫踏本收购的重点呢，就是定位在孤本名品还有踏的时间早的这个踏本上，当时马先生的主要定的这样这个标准。那个马先生呢和著名的文字学家还有金石学家唐兰先生呢，就是一起收购了现在我们列出的这些等等的这个文物，这些都是一级品的文物的名录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这些呢就是为故宫拓本的善本收藏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故宫的拓本收藏的理念呢也发生了变化。原来除了在收购时认为说拓本它的年代一定要早，因为我们知道拓本它是承载两个年代，一个呢是刻的，就是刻原来是刻石或者是刻帖啊，那个原版的年代，刻的年代，还一个年代呢是拓的年代，那拓本呢就是要注重这个拓的年代，所以呢在收购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拓本拓的时间年代要早，而且呢就是更重视铭碑铭帖还有这些撰文者还有书家他们的这些知名度。对于宋代以后的就是镌刻呢，拓本我们就是比较严格了啊，是具有这个重要内容价值的时候，一些地方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本着从严节制的这个原则啊。
在拓本年代上呢，如果是非常重要的、著名的这个碑刻呢，为了鉴定和断代用，就比如虽然它拓的稍微晚一点啊，或者是清代的，那为了这个鉴定，因为我们啊知道鉴定拓本需要比刊啊，也就是这个比较，把早中晚的这个拓本是必须得在原版啊原石，就那一块就是最早的那个板子上刻的。是吧，一样的相同的从那儿踏上来才能够分出早中晚。如果是方刻本跟这个不是一块石头的话，那就根本无可比较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晚一点的踏本必须得是这种啊铭碑啊铭帖，为了那个来断代用的话，断踏本的这个时代用的话，晚的踏本我们才收呢。一般的要是晚踏呢就不收了。从上世纪这个80年代后期开始呢，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藏品更加充实，对于故宫收藏中缺少的拓本的门类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内容价值比较高的、品相要好的、达到文物入藏标准的，尽管是它拓的年代呢要晚一些，我们也会收存。你比如说近些年来，除了这件是一个一件遗迹品，是明拓的石鼓文，那我们知道这个明拓的石鼓文呢，在咱们这儿就已经在咱们国家是已经是一级品文物了。宋拓的这个石鼓文，原来这个安国藏了这个十件了，它有一个石鼓斋，那个他当时藏了十件，但是有好几件现在已经都在日本，我看见了四种。前几年说拍卖的时候，咱们国内有一件，但是我没有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明拓的石鼓文就是一级品。所以呢，我们近年来也收到了这样好的拓本。同时呢，除了这个早拓本之外呢，就是近拓的拓本，要如果它够了收藏的标准，而且内容就是非常这个丰富和有价值的，我们也会要。最近还就是近些年来，除了收购，就是还收购了这个河南呐、山东啊、陕西、四川等地的这个拓本。像这一份咱们展示的是白鹤梁。啊，这个拓片就是近年来我们院收购的这个其中拓片的一部分啊。那白鹤梁呢是长约这个1600米，宽呢15米的一块天然的石梁，它呢是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涪陵、城北、长江当中。那每年呢得到冬天水枯的时候呢，这个石头才露这个梁才露出这个水面，所以那时候才能踏。它为什么叫白鹤梁呢？是相传在唐代的时候呢，有个叫尔朱真人的，他在此修炼呢，后来就得道升仙了，最后呢就乘鹤而去，所以呢这块石梁呢就叫白鹤梁。这个白鹤梁上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石鱼，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就是水文的这个资料啊，长江水文的资料，还有呢就是历代文人墨客的这些书记啊。但是呢就是三峡的这个大坝蓄水以后呢，白鹤梁呢因为水位这个提高了，所以白鹤梁呢就永远淹没了。因此上呢就是专家呢多年的论证以后呢，就说进行要建一个水下博物馆，进行原址的这个保护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他去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些窗口啊来观察。因此上呢，就再也不能够踏了，所以我们也收购了这些拓片，100多件，来为这个后代留下研究的这个资料。故宫收藏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清宫的这个旧藏的这个拓本。清宫遗留下来的这个拓本呢，有这个5000多件，呢它其中分两类。一类呢是当时清宫他收藏的宋明拓本，就是他当时认为是宋明拓本，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呢也有他比如说是标明为宋的，但是其实他也就是明拓啊。另一类呢就是清内府他御制的啊，皇帝的一些书法呀，还有就是他那个就是皇帝同意说御制的，还有大臣捐献的当朝的这个拓本。这一部分呢是这个上世纪70年代以后，
那我们才整理出来的。这个清宫旧藏的拓本呢，是有它独到之处的啊，很多呢是在社会上很少有流传的。这个清宫收藏的这个宋明拓本呢，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也有这个善本，有的呢还被这个《石渠宝笈》这一书呢来这个收录了。《石渠宝笈》呢是清乾隆，这个嘉庆两朝编的历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著作，著录的这个文献，它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这里面收录的绝大部分呢是书画作品，也有一小部分是刻丝，还有古籍善本，还有碑帖拓本。虽然呢，就是当时由于鉴定人员的水平啊，就是不行，或者是呢投皇帝所好，就是等原因吧。这一书呢也收录了不少就是赝品或者平凡之作，但是一般来讲呢，经过此书注入的这些作品还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和这个艺术价值的。那就拿这个碑帖来说啊，现在我们列举的这些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一级品文物，就是当时清宫旧藏的。故宫呢，就是还有一大部分呢是这个，还有一大部分呢，就是刚才说清宫旧藏的里边呢，是奉敕镌刻的拓本，就是石刻这个拓本，这里面也有这个碑和帖之分啊。刻帖呢是在这些收藏当中呢是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这个粗略的统计呢，就是说从帖呢有20多种，还有就是文论呐、诗赋，还有大臣奉敕书的这个联句啊，这个等这个刻帖类的这个拓本有300多种。另外呢，还有镌刻成碑形制的这个御制诗呢，有400多种。这个御制诗呢，它这个就是也是近几年我们才整理出来的啊，就小型的那个碑的，像形状像小型的这个碑，但是它是御制诗。还有刻画类的有20多种。这个据这个《国朝公史》和《续国朝公史》记载呢，当时镌刻的拓帖有二百种之多吧。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呢，故宫收藏的种类呢，还是要超出原来记载书籍记载的。这讲第二个大的这个标题呢是故宫碑帖拓本的这个价值。那碑呢，最初刊刻他们刊刻这个文字呢是为了记事，后来呢才取这个拓本与刻帖一样呢作为这个传播书记和作为沿袭书法范本之用。就是碑和帖现在我们来讲是觉得它混为一谈了，经常有人说那个碑帖，其实呢碑和帖它的是不同的啊。这个碑呢，它最早就是为了实际记这个事情用的，它不是为了沿袭书法。那帖呢，就是目的最早刻的时候，就是集的这个人呢，就是为了要沿袭书法用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功用这个是最早是不同的。拓本呢，拓制的时间早晚不同了，价值也不同。早的拓本呢，损坏的少啊，上面这个石头经过风化的少。那晚的拓本呢，损坏的地方多，所以呢，就是通过排比来比较，能够鉴定出他们的年代早晚。就是鉴定这个拓本呢，要从很多方面来这个鉴定啊。是现在我们一讲，就是时代气息啊。那个时间是不是有这样文字，有没有这个风格啊？还有考据字，还有避讳情况等等，还有纸张墨色等等等等。同时呢，就是拓的时间早，
版本稀缺，还有摹刻的时候非常的精良，这个字口呢非常清晰啊，品相好，这也都是书不可缺少的这个衡量这个善本的这个条件。那故宫藏的碑帖善本呢就比较多，而且上面呢还存有很多名人的这些题跋呀，还有前印啊等等，这些前人的这些题跋，我们呢不能够这个忽视。他有很多金石学家呢，他会有一些考证，他写的当时是根据他的水平来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有重新的认识，但是他会给我们作为这个提供这个很多这个资料啊，提供当时这个前人的这个看法，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来对应，来考证。现在呢就是博物馆，我们博物馆现在有这种汇集文物的这个条件，所以呢就是把不同时代的这个拓本来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所以鉴别出真本啊和伪品，还有早拓本和晚拓本，善本和一般的这个版本。举一个这个故宫这个善本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很多书法爱好者他都比较这个清楚，是九成宫李全明。这个碑呢是贞观六年这个四月立的啊，魏征一个大臣他撰写的这个文章。那个大书法家这个欧阳询呢，他就奉敕书的。这个石头呢是在陕西临游县西面，据记载呢就是最早是在隋开皇十三年，当时隋文帝杨坚他就下令说要在这个临游这个地方造这个离宫，因为当时特别热，就是那个地方特别热，就是这个长安城里很热，所以说让大家绘制这个山川图，说在什么地方能造这个离宫。那离宫是什么呢？离宫就是除去这个都城之外，就永久性的建筑，不是说像帐篷一样的建筑，这个永久性的帐篷，这个永久性的建筑，那是为了这个皇帝他出巡呐、或者避暑用的啊，就要在什么地方建离宫。当时最后就选择了这个临游来建这个地方来建，当时命这个右仆射杨素为这个总监，建这个宝殿呐、梳妆楼啊等这些宫阁楼台。当时建了可能是有六座吧筑着这个城墙是1800步。当时呢就调集了有几万人马进行施工，历时2年多最后完工了。他取的这个名字叫做仁寿宫，最早的时候不叫九成宫，叫做仁寿宫啊。当时呢就是这个仁寿宫的名字呢，他就是说尧舜行德而民长寿，取这个意思。那尧舜是这个古代的君王嘛，他能够行德，所以您呢能够长寿，就取这个名字。当时呢可是当时监工的那个杨素呢他非常的严苛，所以呢就是盖的这个宫殿呢什么的非常的奢华，但是一夫就是这些工人呢死的人很多，就是数以万计，死了之后呢就直接推到这个土坑里边埋上，埋上之后上面就直接盖这个宫殿。隋灭亡以后呢，那唐太宗李世民呢他就下令说要这个重修这座避暑的宫殿啊，把这个名字呢就改成了说叫九成宫。这个宫殿呢四面环山，宫外呢还有这个有一条渡水流经，而且呢就集成了一个湖泊，当时叫做西海。但是宫内呢很缺水，只能从那个河谷里边就用轮子给它摇上来，而且呢裂这个石磨转着推到这个宫里边使用。那30多年来呢，人们就是说一直想在宫内找到这个水源，却一直没有能够找到。那在贞观六年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呢他就第一次巡视这个出巡九成宫的时候就发现了水源啊。这个碑呢就是因为李世民他在九成宫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泉水，所以给他立的。那这是一个祥瑞啊，得说福我主啊，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立成这个碑啊。
那当时就记载了碑文上记载说，立碗抬罐，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低头看着有缺土的地方，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啊导之，就有泉随而涌出了。于是呢，造了一个石栏，就是井栏啊，引为一渠。这个水呢，就是清的，就像镜子一样，而且它味道就像这个味甘如醴，醴呢就是甜酒，就所以呢就起名叫九成宫这个醴泉名啊。这个后面呢还有就是魏征，他是一个敢于说话，谏这个上谏的这个大臣，他就写了有这个居高思坠，持满介意这个预言啊，这意思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这个劝皇帝啊，一定要在高的地方小心掉下来啊，端着水要满了，小心溢出来。这个书法家呢是欧阳询，那大家都知道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那个就这个碑呢，文字呢非常的这个严谨俏劲啊，气韵生动，所以呢被后世的书家很多都视为这个千余年来楷书中登峰造极之作，认为写的非常好。这个呢是他的碑额，是阳文，这个是故宫藏的。说了半天，刚才介绍的是这个碑的这个历史，那在讲故宫藏的这个北宋初的拓本，是这个白纸挖香啊，剪条表。这个碑文中呢有一些字，我们就叫考据字。刚才讲了考据字，你比如巨鹿的鹿字啊，耸缺高阁的缺字啊，长廊四起的四字啊，这个长廊四起的四字啊，还有这个栉风沐雨的栉字等等，这些字都没有损坏啊。而且呢，就是它是最主要的，它是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啊，流传有序的这么一个拓本。这个拓本呢，它前有驸马都尉陇西李琦印啊，所以现在那个经常有人提叫李琦本啊，或者叫驸马李琦本，是为什么呢？这一个是就是他的印章啊，是这个据这个《明史》记载呢，说明太祖朱元璋他的长女临安公主。他就是在这个洪武九年的时候，下嫁给了李琦。那李琦呢是韩国公李善长之子啊，他的父亲呢是功臣，他呢自己又是皇帝的长婿，因此呢就非常就是受到重用啊。凡是有什么水灾啊，这个还有旱灾啊，这种情况呢，都派他去这个救济。他的官衔呢是这个驸马都尉。这驸马都尉是怎么回事呢？是汉武帝时就开始设置这个驸马都尉这一设置这个官职驸马都尉。驸呢就是代表是正副的驸啊，驸马都尉就掌管副车之马。皇帝出行的时候呢，他坐的这个车呢是正车，所以他掌管他的车的人呢就叫奉车都尉，那其他的车呢都是这个副车。这个副车呢就由驸马都尉来掌管。那三国魏的时候呢，就何晏他就以皇帝女婿的身份呢，当时就受了这个驸马都尉了。在魏晋以后呢，凡是啊皇帝女婿都照例呢加了这个驸马都尉，其实就是简称为驸马，并非这个实官。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就是皇帝女婿就称为额驸了。叫驸马的啊，这个拓本呢，后来就是有很多，因为它是流传有序的，这其中呢就是归了这个清初的大收藏家高士奇他这个所有了。高士奇他那个所有很大的一张片子，那个高士奇呢。他呢就是这个清代的著名的这个学者，后来在这个康熙十六年呢签了这个内阁中书舍人。
官，最后晚年的时候是礼部侍郎等，他经常为这个康熙皇帝呢答疑解惑啊，品评书画，这个本子呢经他这个收藏过。这个拓本呢，就是最后那个，这个拓本呢，就是肯定经他收藏过之后，在他之后呢重新装裱过，因为这是少一张片子，所以呢就是有一个他有一个半印啊，叫这个。这个半印在那个，所以就是说明是在他之后呢，就是又重新这个装裱过。这个拓本最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张彦生手里。张彦生呢，他的儿子张明善呢，就1952年的时候在上海旧书店呢偶然发现了。后来，所以这个帖后面呢有两篇啊题跋是这个张彦生他写的，就是1956年写的，说呢子明善收此奇品，不欲自私，愿献政府永存。哎，这就是他最后就是怎么到了这个故宫。那个大家知道，就是张彦生现在他有一本那个善本碑帖录，也是我们经常。搞碑帖的这个同行里经常使用的这个一个工具书。因为呢张彦生呢他的早年呢是在北京琉璃厂这个立古斋，就是碑帖文玩店呢就当学徒。后来1931年的时候呢，他就重开了旧的庆云堂碑帖铺子的这个字号，用这个字号，因为他学徒自己这个出徒了，他就借用这个旧的这个庆云堂的这个字号。因为庆云堂原来是陕西人，有一个杨氏，他就在清末的时候呢就开了这么一个这个庆云堂这个铺子。完了呢李鸿章呢还为他写过这个匾额。那个张彦生呢，他就31年结束这个他的学徒生涯之后，就借用了这个庆云堂的这个字号呢，就独立经营这个碑帖店啊。那1956年呢，他就任这个是文物商店碑帖砚墨门市部的这个业务主任和这个采购这个主任，后来呢是文物商店的这个主任，以后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个顾问啊，国家文物局的咨议委员。所以他长期这个就从事这个碑帖的鉴定的这个实践工作，他积累了大量经验，看到了很多这个东西，所以他写的善本碑帖录啊，后来虽然可能是后人就是有整理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写的字有时候不一定正确，但是说这个是我们翻看和鉴定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本工具书，很好。这片子在这儿，刚刚说半天。这个拓本呢，我们就是从这个首胎啊，就这一块儿有一个半印。这我放大了啊，叫这个竹窗啊，这个半印可以看出，就是鉴定的时候有一些细微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发现。哎，它经过重装，因为它原来这个印是一个竹窗，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印呢，现在就剩一半了啊。这个印呢，因为是康熙皇帝他曾经御书竹窗两个字呢，就赐给了高士奇呢，他就以这个竹窗呢就为自己的赐号，同时呢也是他的这个印件。所以说一看这个印呢剩半个了，所以表边呢肯定是曾经就是把它又重新装裱了，所以就剩半边了，要不然表边上还会有那半边印。精工细拓呢是善本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个虽然这个有的拓本它时间早，但是它拓的很不精，所以考据的地方呢不能够就是显示完全的显示给我们，所以他的书法的精神呢也这个会大打折扣。因此上呢，就是我们这本宋拓本呢非常的就是浓墨精拓啊，我们叫沾捺真骨啊，字口呢非常清楚，而且字迹呢非常清楚，虽然它经过重新装裱，但是呢还是呢精神完足，所以不失当日的风采，是现存这个善本之最。
我们认为是善人之罪，是属于国家一等甲的文物。就是讲的善本，刚才讲的这一个，还有一个是举个例子，是天发神谶碑。天发神谶碑呢，这个有人叫这个三段碑，这是三国吴啊，孙皓末帝孙皓他这个天禧元年的时候立的这个碑。为什么叫三段碑呢？有人说它是三块石头垒成的，那也有人说呢，它曾经断成了三块，所以叫三段碑。在当年呢，就是晋朝，在晋朝强大的这个势力这个威胁下呢，那光阴不到的孙皓呢，他就统治非常的就是岌岌可危了，就是为了安定人心呢，他就这个要想出办法来欺瞒百姓，说制造了种种天降福瑞啊，这种方法就是其中的这个欺瞒的这个手段之一。这一块呢，天发神谶碑呢，就是因为孙皓他呢，这个因为呢天降福瑞了，所以呢要刻立这个碑来祭功，所以叫天禧祭功碑。也叫这个碑呢，就是书体非常的这个怪异啊。我们看到它这个是以这个隶书的笔法来写篆，起笔的时候是方整。但是呢就是收笔的时候啊也是方，但是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在这个下垂笔的时候就是非常特殊，是一种就是像针呢、吊的那一样，吊在上面一样，所以就叫悬针篆啊。这个书法呢就是极具这个雄奇之风，所以是我国古代碑刻中的一件奇特的一个作品。那也有学者就认为是根据它这个内容啊，是因为什么叫神谶呢？天发神谶呢？神谶就是一种预言啊，那这就是迷信嘛。因此上，所以他的这个书法也得写的不相同，所以跟别的不一样啊。那故宫藏的这是一个北宋拓本，就是经过罗振玉啊、朱玉安等一家这个收藏的啊。这里面呢有这个考据，就是复锤二字呢，完好的，还有呢，东海夏侯啊，这几个字呢，未勒，这个碑呢，应该是这个后来到了那个朱玉安先生这个手中了。他后来在那个1933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家里就是这个无力这个支撑这个生活，有点这个拮据。所以呢就是把这个碑出让了。他当时在这个1934年他收购了这个平辉将军资讯的北宋拓本的时候，就在写这个拓本中写这个题跋，就写到了说，我去年的时候啊，这个去年的时候我就因为这个他写的是就是写的啊文人嘛，就很有才，所以写的时候叫亦富而知资，就换那个换那个有钱人的这个钱啊，亦富而知资，所以至今呢就是懊悔。所以说呢，就说明当时1933年的时候，因为这段题跋是1934年写的，所以1933年的时候呢，这个拓本就不在他手中了。那朱玉安先生他这个应该他是1922年的时候，不会晚于1922年得到了这个拓本，但是出让的时候是1933年。这个讲到这个清宫遗存的拓本，这个清宫遗存的拓本呢，刚才说了有两大类，那我们这里就重点介绍一下，就是他当朝介绍的这个就是当朝镌刻的这拓本。因为当朝镌刻的这些碑帖呢，可能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不能看到的，而且还能介绍一些清宫他镌刻的一些历史，也让我们因为这好多都是在档案里边，也让我们就是说宣传一下，知道一下它的历史。清代宫廷呢镌碑刻帖呢，它是由这个御书处来办理的。
运输处呢是内务府下属的这个机构之一，原名叫文书馆，在康熙29年的时候改名叫运输处，改名叫运输处。那他那个就是后来派司员来监管啊，设置了一些人员。后来呢，在康熙、雍正和这个三朝，乾隆三朝呢，就陆续又增设了一些官儿啊。运输处呢，它主要是负责勾磨、镌刻、拓制皇帝的这个御笔，还有御制诗文，还有装裱这个制作宫廷用墨啊等事务。它下面呢，就设立了这四个桌啊：刻字桌、墨桌、裱桌和墨刻桌。当时有工匠呢，有100多人。在这个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释例里边就详细记述了说御书处各所的这个职责啊，这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些什么那个设置的官职啊，还有工匠数量啊等等。这里面就说呢，刻字桌啊，专门是负责这个双钩、秉珠啊、镌刻、填写等事，因为后面咱们还有一些词语的介绍啊。这个当时呢，这个墨刻桌呢，就是墨桌呢，它是负责这个造这个墨的，造朱墨还有墨，朱是红色的嘛，朱墨的，这个朱墨和黑墨。裱桌呢是负责这个脱裱、拓本的，还有染造呢各色的箭纸。墨刻桌呢是负责拓印这个拓本的。当时规定说他都有数量啊，如果这个人员要是不够的话，可以这个允许外雇。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故宫，这个是西华门啊，西华门这个的南面，大概是就这块地方嘛啊，西华门的这个南面。当时就是说写了是这个南巡殿以西，南巡殿就是这一小块红的这个，这是南巡殿。南巡殿以西呢有儒舍34间，为御书处、御制御笔、诗文法殿啊，都在此镌刻。据这个清内府这个档案记载呢，这是光绪7年有那么一个档案啊，就是曾经对于这个宫中大量的这个食客就进行过整理。光绪7年的时候，在7月的时候，总管内务府武英殿多罗慧郡王呢，叫义祥的，他就有这么一个折子啊，里边就是说呢，这一项这个刻石都是在御书处房子这个后面的以南西华门内西南角，这个折子中呢还这个呈现了一些就是目录清单，就是御笔的清单，就是皇帝写的是什么，还有陈宫的啊这些大臣写的是什么，列的这些清单。当时呢就是总结了一下，说皇帝御书局及这个陈宫所书的这食客大大小小呢共计是3926块，实质完整的文艺啊，这个实质整齐的文艺完整的呢是1696块，那实质残缺的文艺不全的啊，有这个2018块，实质残缺的查无名目的什么都不知道的，那这个呢有212块，这些刻石上面都每次都会有编号，如果是2块以上的，它都有编号啊，省得就是乱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当时就是在这次整理的时候呢，就说了说的这个，原先呢这些石头都在御书处空闲的房屋之内存放，但是由于这个数量太多了，所以放不下了。于是呢就申请在武英殿空闲房屋内存放，那现在我们挂的这个红方块里边就是武英殿，现在是我们的绘画馆，在这个空闲房屋内分存。在这次整理中呢就把这个编号啊都清理好了，而且呢登记造册，并且那个故人说要赶紧的这个来抬运，同时呢就是
查明了这些目录之后呢，就是撰写了清单，给这个皇太后啊，还有皇上来御览，当时就御批说是知道了。奏折中呢，当时就是写了说整理出来，皇帝御书的呢有名目有126种，这陈宫呢当时有112种。从现存的清宫镌刻的这个刻石来看呢，御制拓本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刻牒诗文训谕，还有连句佛经佛记啊等。这些呢就是占大多数，近年来呢就是又整理出来一些就是乾隆的御制诗，这些用途呢当时主要就是为了班次用的。像这个三希堂法帖，还有钦定重刻重化和帖、兰亭八柱帖，这些帖呢比较知名，那知道上的社会上知道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比较多。但是呢就是还有用这个御用工匠在宫中来镌刻的这个，除了班次以外，那普通百姓他可能无法见到，还有很多这个就是很多在宫中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这个外界不知道的这个拓本，所以这就是清宫遗存拓本的珍贵之处。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上次我举的是茂勤殿法帖，这次就是举一个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呢这个大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呢就印的呢可能也有这个印刷，但是呢它因为档案里边记载了很多这个事情，就是三希堂法帖，所以说呢就是它与其他的几部大型的宫中的从帖它有共性，有些呢是刊刻中的一些成例，就是例子，就是说规矩可能是由这一部帖开始的，所以呢就介绍一下这个帖。就是说从帖和单帖可能有很多这个同志已经知道啊，但是就是主要从这个编辑体力上分，可以分为单帖和这个从帖。那从帖就是多人的书籍信章收集起来进行镌刻，那单帖就是独立成篇的。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17帖呢，这个就是一个例外，就是约定俗成的，它是前面有这17日几个字，并不是一共17个帖，但是约定俗成，大家还是认为它把它归到这个单帖里面啊。再讲这个三希堂法帖，清代的帝王呢他喜好这个刻帖，那故宫收藏呢就是这些从帖呀、单帖呀，还连句诗啊，就多达这个几百种。这个三希堂法帖呢是乾隆时期镌刻的一部这个比较大型的，而且镌刻的比较早的这个一部从帖。那高宗弘历呢他就是得到了这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还有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这三种墨迹呢就特别的珍爱，所以藏在这个故宫的养心殿西暖阁里边，把这个地方呢就称为是三希堂。在这个乾隆12年的时候，在乾隆12年的时候呢，那弘历就特谕啊，就下谕谕旨让那个梁士政啊、蒋溥还有等大臣吧，就是根据刚才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乾隆9年命这个内职的这些诸臣按照内府所藏的书画编成的这个精品目录《诗句宝笈》啊，从这个里边的目录里边选择校刊还有编次，就是镌刻了这部帖。这部帖呢一共是32卷啊，里边选的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除了就是这三个帖之外呢，还选择了这个根据《诗句宝笈》呢，就选择了魏晋至明末135位名家
的300多件作品，同时呢还有就是200多段题跋，还有1600多方这个印章啊。目的呢是昭书学之渊源，以示临时之模范，就是说作为这个范本，就是意思要把它这个刻在石头上啊，所以呢要永久流传。刻完了之后呢，在乾隆18年的时候呢，就在北海建了这个月鼓楼，哎，把这个石头呢就是嵌入了啊，把石头呢嵌到这个北海的这个月鼓楼，哎，来这个收藏嘛。嗯，那讲下面就要讲一点这个咱们这个有的见在档案上或者是在书籍上经常见到的这个词语。双钩上石，那早期呢碑刻是书家们一定要趴在这个碑石上进行书单。书单为什么书单呢？单呢是红色的，那就是用一般用那个就是朱砂之类的，原来都是矿物质嘛，就是书红色的要在上面写。为什么要红色的呢？那我们这石头基本上都是灰色的、黑色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写的比较明显，再下面呢这个刻工呢才能往下刻。嗯，在这个碑石上这个写完字之后啊，刻工呢才能刻。就是后来呢就是人们采用的是摩勒上石的办法，那就是怎么才能够把这个纸上写的，因为纸也发展了，那我们写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这个刻在这个石头上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把这个纸上的字移到这个石头上去呢？就是呢在这个纸上写好字之后呢，用透明的纸覆盖在圆迹上面，就是这我找我们一个同事啊给我做了一个模特啊，在这个来覆盖的圆迹上来描摹出字的这个轮廓，所以人们称作，因为它是勾轮廓，所以叫做双勾啊。那把纸背，因为刚才是正面描的嘛，把纸背这个双钩透过来的笔画反面用这个朱砂啊，有的时候或者银珠啊，就是银色的银珠来，也是来这个描摹一下，把这个石板或者是铁板来那个涂成黑色，上面用微有粘性的物质呢再涂一遍啊，有原来呢古代的时候是用这个白鸡水，白鸡是一种中药，现在也有那个踏碑的时候经常用，就是把它那个泡上水之后，它是微有粘性，不是说我们现在像胶水一样或者浆糊一样揭不下来，但是现在我知道踏碑他们也有，就是用那个胶水，因为这是化学成分的，那个对吸对上水，就是使它稀释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纸啊就是刷在上面，这样的话呢就是风一吹啊，因为马上就干了，那纸就掉下来了，所以必须得让它扒住，扒在那个石头上，用这个白鸡水呢这个粘度就是比较合适，或者是大蒜汁啊等，就把这个涂黑的这个 A 板啊或者铁板呢就是刷上这个，完了把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反这个字是啊反面这个纸的这个反面勾上，不是已经勾上这个注色了吗？朱砂了吗？把这一面呢紧紧的贴在要刻的这个石板上，涂黑的石板上，然后呢上面呢就是再放上纸，上面放上这个薄毡子，再用这个木的这个榔头啊锤，这样的话底下那个有点粘性呢就把这个朱砂呢给粘上去了，所以这个字呢就过到了纸上的字过到了这个板要刻的板子上。现在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可能是前年还是去年我们开会，那我当时就看着有那个小的工匠来那个刻碑，那我就问了他现在的方法是什么。现在的方法就是很简单了，你比如说这个圆迹那不可能用了，所以说呢就得用那个比如电脑里做出来的字，或者是那个复印的字，复印的纸，这上面有字迹，下面搁上一张拓红纸，完了这个碑板上也是要涂成黑色啊，应该也是有这个粘性点的东西，
就拿那个没有圆珠笔油的那个壶，那个笔笔头啊，就是在那个最上面那个我们说复印纸上一使劲，那底下那个踏红纸就踏到那个背板上了，这个字就过去了。但是以前没有这种方法，现在是用这种方法。哎，这里边有这个钉珠啊，或者叫过珠，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就是吧，就是把这个墨迹底本上的双勾下来的这个字样啊，附在石头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程。钉其实是很形象的，因为它使劲嘛，所以它敲在上面。或者是过也是很形象的，把这个纸上的字过到石板上，所以叫钉珠啊，或者这个过珠。而且它呢是，我觉得应该它是一种这个施压上石，这种过程，整个加的这个过程和它最后的结果，所以叫钉珠和过珠。油条，这个油条，这个在这个清档案里边就是早就有。好几处也查到了，但是呢，可能社会上呢，现在大家的这个同事可能不太清楚。哎，这两个字啊，确实是就是我们现在写的这两个字啊。这个清内府档案里面就是有一些资料啊，就是写的是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呢，这个七月和硕和亲王呢，他就有一份奏折，奏折呢大概。哎，奏折呢，就是这是我抄下来的。那个空的那个方块地儿，是因为那原版那字儿残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原来查吧，那就是臣等公查嘛，就我们原来查，凡是刻帖呢和刻碑的这些项目呢，双钩勒石以后啊，都应该拓出来草样一张，就是说你刻完了之后，就第一个它得有个草样拓一下。拓下来之后呢，就是与原来的那些墨迹要对照一下，字画内呢就应该如果有刻的不好的地方，就它叫收拾之处。如果有收拾之处，必须仿照本文，就是必须仿照原来的那些墨迹来进行这个修理，再修理修理。然后呢，在这个拓表成这个册子或者卷子，再呈现给皇帝来预览。现在呢，三希堂法帖油条。共计呢32册，哎，如果呢是这个钉珠以后，就是钉珠勒石以后，就是把它那个刚才说的那过程啊敲上去之后呢，那这个一下就刻成之后，这个油条就残废了，因为这纸啊垫上那个垫子一使劲，那肯定就残废了。等到字画呢遇有应该收拾的地方呢，就没有可以考证了呢，因为原来呢是。可以用墨迹来对，但是三希堂法帖一共是32册，那么多的内容啊，这个说是这些都是累朝啊，就是历朝名人的手笔啊，都是大内就是宫里边藏的这个宝物，我们呢就不敢擅自的再把这些墨迹请出来啊，因为呢原来这些墨迹之后经过双钩，刚才咱们讲的双钩完了以后，就是那个用透明的纸，原来那透明纸咱们现在的叫硫酸纸。原来那个叫硫酸纸，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叫油条啊，反正就是经过那个再次的思索，不是再三的思索，反复的思索，所以呢就是决定从本处识量者啊，识量呢就是在方名册里边的正式人员，在册的还有就外部的刻字人里边选这个手艺好的人来，这个让他们另勾一份这个油条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还准备派这个行走员外郎叫永泰的，让他来进行第二份油条的双钩的这个工作啊，来备查备教。哎，所以说呢，他为什么叫油条呢？这个我们原来就是这一个这篇档案吧，最早的时候因为它没有编号，现在呢都已经有编号了。在1984年的时候呢，
我们院的万一先生他写过这文章，写过三一堂法帖，就是关于就是刊刻的事呢，写了两篇文章，这里面他就提到了这个油条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编号。后来呢，我就是去年吧，完了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就是自己的一些研习，就是自己的研究的一些新的这个感想啊，有所补充。那我觉得什么是油条呢？就是说呢，刚才这个里面咱们也是讲了啊，这个透明的这个纸怎么能透明呢？那时候是上面呢先涂上一层蜂蜡，用烙铁烤匀以后一干，这纸就变透明了，哎，而且就是也硬了啊，所以它就可以就是描摹了这个双钩了。那这个为什么叫条呢？就是为什么不叫一块一块的呢？现在我们看到了确实有这实物，后面我们马上要讲到了。这个你想要，如果双钩的时候，那个字当然是一条一条的，我们是比较好双钩了。一大片纸，如果一行一行的钩，很可能歪呀，是吧？所以它就裁成这个条状，这样比较好钩，所以叫油条。所以这档案记载呢，就说明了这个两点。第一呢，是首次双钩的这人员不是刻字的人员，应该是写字优秀的大臣，因为当时说这个三一堂法帖，这个油条呢是从茂兴殿这个送出来的，所以是大臣他这个勾写的第一遍。第二呢，就是有些这个镌刻依据的这个油条呢，特别是大型的从殿会有备份。备份的油条是由运输处管理的人员照第一份勾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发现了这个油条的实证。三西堂法帖的油条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实证是什么呢？是在刻在乾隆34年钦定淳化阁帖的重刻淳化阁帖的这个油条。这个本子呢，现在的名字叫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勾本，这个帖名就是这边就有一个，我们见一个这个木的木板上面，它那个就是勾的白字就是原来的。这个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呢，是乾隆34年奉敕来这个摩勒的。是宋代淳化阁帖的修改本啊。那清内府呢，当时就收有不同版本的这个淳化阁帖。当时呢，就是乾隆皇帝他和大臣们呢，就认为其中的次第山本呢就是最好，所以呢就选择了以这个本子为基础进行重刻啊。哎，就是他那个就是觉得是因为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原来的那个淳化呢。是因为那个当时那个让那个王柱，就是宋代的时候，那个皇帝让王柱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王柱呢他就是不能全辨别，所以很多地方就排列标题什么都错了，所以乾隆皇帝呢他就说要重新刻一下。这个重刻本呢，就经这个大臣俞敏中等这个考定了以后，乾隆皇帝他认可了，纠正了宋代的王柱这个编帖中的这个排序等方面的，还有就是真伪不实的有一些错误啊，就这个重新来刻了，而且呢就是把顺序变了一下，就是第一卷呢是这个历代帝王帖，他就编到这个第一卷了，和原来的顺序不一样了。而且呢，他那个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原来的字旁边呢，都有这个饰文啊。而且呢，就是原来这个如果变了位置呢，他会写原来那个帖里边它是在什么位置，现在移到了什么位置啊。饰文呢，如果有不相同的地方呢，在最后的时候，它还会有这个每一本里边它会有定义。这个后面就是有定义，是文不相不相同的解释。这个钦定淳化阁帖的这个
这个咱们见的这本呢是清代罗阿格帖的这个油条啊。为什么呢？我们能知道它是这个油条呢？在下面啊，在这一本的最前面有这么一篇绿色的这个颜色的纸，上面绘着金色的牡丹花。这上面呢，乾隆皇帝他就有一段御笔，御笔呢大概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说这个淳化阁帖重刻继承啊，因为呢，这个以这个啊淳化阁帖这个刻成以后呢，就是我呢就命令这个让把双钩上石的纸条让工人们来填墨啊。我去年夏天呢，就是住在避暑山庄的时候呢，我有时间呢就进行临写，临写呢就是觉得是对比这个，比这个我每原来是临这个墨拓啊，就是拓本啊，我临写这个填的这个这个钩填本呢，这个纸条呢更能够得其用笔的神理啊，所以说以前人说是称这个双钩填阔啊。是下真迹一等，就是说双钩以后把中间填实了，叫双钩填阔。是下真迹的，比那个就是真迹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呢一共临访的有三次啊，我这样才能够托其情而启其神，知道它其中的这个神理。而钩填之本也不能够扔，因此呢，把它就是命令人给它装成册了。这是这个文字是在乾隆39年写的。那我们看到这边呢，就是这个油条，这个呢就是刻完了之后的这个拓本。当然了，这个油条上面它还有一个，它有前章，前的这个章呢就比原来这个要多出来了啊。你看这地方是原来这个章刻印，在这儿还有前印，那这拓本上。这一个呢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说的那个去年在那个38年的时候，在那个避暑山庄，他临了三遍，这是第二遍临写《淳化阁帖》的时候的这个本子，也是藏在故宫。所以呢，就是这个钦定这个淳化阁帖呢，它这个钩本能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说明呢，在刊刻这个帖的时候呢，也是有两份油条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之一。那另一份呢，已经钉出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这份留下来的这个油条的物证就极为的珍贵。所以虽然三希堂法帖的油条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去找了，但是让我们知道呢，清宫镌刻大型的从帖呢，尤其是集前人墨迹而刻的帖，由三希堂开始，它就够有两份的这个油条，同时也说明了这些这个双钩油条的工作未必是由这些会写字的啊、写字好的儒臣们办理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工作是由他们来干的。但是呢，就是另一份它是由御书处在册人员和外部人员来做的。三希堂法帖呢，三希堂法帖的这个就是增刻与这个完工的时间，有的专家呢也是进行了这个阐述了啊。这里面呢因为有一些这个鉴定问题，所以就把这个说一说，这一说就是就超时了。这个在这个三希堂法帖的卷18的卷尾有这个彭元瑞他奉敕。就是书写的一段题跋，所说的呢，就是这一部卷当中，就是在这个18卷当中呢，刻有这个彭元瑞，他这个啊，彭元瑞他就这个奉敕书写的一段题跋，就是说呢，就这一卷中刻镌刻的赵孟俯书的为夷人墓志，就是这一个啊，这是在18卷倒数。倒数第二帖里边，这出现的问题，就说魏夷人呢是赵孟俯的从子赵由臣，因为他叔掰的孩子，应该可以称从子。就是赵由臣他的妻子呢是至正23年的时候呢，
他这个死的，他死的这个时候是86岁，这篇墓志的年华也是这个时候。但是其实呢，赵孟頫这时候已经死了42年了，他是至治二年，所以这个当时就并不可能是他写的墓志了。所以说呢，就是那乾隆皇帝当时收这个，让人就是收这个三贤堂瓦片收进去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问题。等到这个后来在乾隆57年的时候，那就是才让这个彭元瑞他就写了这么一段，就是跋文说了一下，就刚才我们见到那一帖的问题啊，就在这上增刻了一段啊，本来就到这儿增刻了一段。那个现在呢，就是有这么问题了，那专家就说了。这个曾克的这一段呢，是乾隆57年啊写的，这个时间是乾隆57年。那他这个拓本呢，就肯定不是初拓了，因为等于说是乾隆18年以后呢，就镶嵌在越国楼上。那这几十年，以后才添刻的这段题跋。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段刻跋的拓本，它就不应该是初拓。那现在故宫呢，就有3种拓本，这是一种，这个后面呢，这个比较多，存的数量比较多一些，这后面呢就正好有这么一段这个刻跋，这是一种，这一种呢是在，因为这个在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那魏宜人墓志后面是归去来辞，赵孟頫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后面呢就是刻了这个有这个刻跋嘛，这是一种没有刻跋。还有一种，这个因为我们也找到了这个图片，就是在那个道光19年的时候，越国楼呢和这个三贤堂瓦片呢，它当时就经过这个大面积的这个修理，而且石头呢就弄下来了，就是说是2寸以下的小字儿，还有一些印章都重新那个就是刻版了一下，而且主要的是加了这个龙边啊，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就是这个花边儿，所以有这个花边儿的呢，也叫龙边本。就肯定是在道光19年以后的拓本了。那第三种呢，就是故宫藏的这个也有这个龙编本。现在呢，我比较的这两个呢，比较的这两个就是这两本啊，这两本带跋本和不带跋本。哎，刚才就是这个印章，从这个最后应该从哪儿啊？从最后这两行，哎，以后啊，这两行以后，那我们刚才就是取的是这一个字和这个印章啊，再往下看，哎，这个有彭元瑞跋本呢，大家看，像这个笔画的走笔，这中间还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无彭元瑞跋本呢，这个地方呢，大家一看已经都合并在一起了，它肯定不是一版。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小的地方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书字儿，你看这个笔道，哎，向下撇去。这个呢却是圆滑的，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不是一个底本。那这个无彭元瑞跋本呢，它和道光19年刻的这个花边本呢，它是相同的。后来我看了一下，仔细这个和王天启先生啊进行对比，就发现从什么，从这个后两行开始以后，花边本和这个无跋本它是这个相同的，前面这些就是这三本呢，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后两就是花边本和这无跋本是一样的，但是刻跋本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那我现在总结了一下，大概就是有早中晚3种拓本。拓本呢，就是说有这个现在故宫藏的啊，有现在有三种拓本。那最早据说是刻完之后没刻那段跋，还有当时是有说拓了第一遍初拓有40，可能说是有40部，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档案啊。那这个呢，57年以后的刻跋本呢，那肯定是添刻了这个跋了，那就晚一些了。但是在故宫呢，它就算是早的了，早本的了。这个有乾隆57年这个跋本的，它应该是最早。无跋本和道光19年跋本，因为它从倒数第二行归去来辞和那个印章，他们俩是一样的，那所以就是说呢，一定是在添刻了这个题跋之后，后来因为他这个越国楼和这个三
经过修理，又坏了，那个小字坏了，所以这块石头他又重新刻了。刻了之后呢，就是在道光十九年之前刻了拔和刻龙边之前呢，有一段空闲的时间啊，只是刻了这半部分的时候还没有添拔呢，正好拓了这一段拓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三种拓本。所以这个帖石呢也经常有换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大不同的帖。因此上呢，我们现在看到不同的版本也不要觉得它很惊奇，有这种情况。三阴堂法帖的这个用石，那有人说是叫青铜的，一敲的当当响，很好听。但是青铜这石呢应该是产自河北。现在我们从档案上来看呢，三阴堂法帖呢它应该是这个选用的叫艾叶青石啊，这个档案上也有记载啊，说这个当时就是三阴堂法帖预计呢要需要这个483块啊，当时已经有的石料是202块，所以它缺这个281块啊，有记载。同时呢，档案也记载说，签订重化格帖，还有更织图也是用的这种石料。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讲点这个，啊，就是刚才讲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就是应该在房山的这个北京房山的大石窝。他都是在那儿来这个挖的。前两天我正好看到那个工人，因为故宫现在有的时候很多建筑啊，他要修理啊，我看他们运石料来，问他现在还出吗？他说出，但是政府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批，不让来这个凿这些石料了啊。讲一下这个监理人员，因为这里边有一点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呢，总管内务府和硕和亲王呢，他就是有一个这个奏折，就说这个三阴堂法帖的这个用石块是这个奏折，就提到了这个监理官员说请示说，刻三阴堂法帖是否除了这梁师正等这个总刊以外，这个写签校对等事儿仍就是由这个董邦达或者是戴琳来办理呢？那旨意就说了。如果石头不够的事儿问那个三和，其他的就按你们这个奏的来办。那这三和呢，他就主要是我看这个答案里边主要他管这个什么钱粮啊建筑方面的事情由他来管。那最终呢，这个三阴堂法帖的这帖尾呢，就是办理这个事儿的亲王大臣的贤明，就是现在咱们这样的出现在这个帖后面，就是刻在上面了啊。其中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戴琳啊，就讲一下戴琳呢，他是，戴琳呢，他是字兼之，生卒年份不详，他是官户部四川司郎中啊。他呢也是这个雍正和乾隆两朝内廷的书家。档案里记载说，雍正九年4月26日的时候，内务府总管海放就拿出来一个没有釉的这个没有上釉的白瓷碗，一共是4件啊，就说奉皇帝这个谕旨，说这个将无釉白瓷碗上面做这个洋漆，半边呢或者是挂寸龙，就是小龙。或者是挂梅，或者是挂竹，或者是挂山水啊，半边呢着戴琳写诗句，就是让他戴琳这个人来写诗句，所以就说明了他的字呢就深受这个雍正皇帝的喜爱，因此他的字迹常常出现在这个陶瓷啊工艺品和这个书画上。但是呢，这个戴琳这个人呢，他做事特别不认真。在高宗纯皇帝就是那个实录里边，就是记录乾隆六年的时候，就6月就说了，戴琳在部并不行走，就是值班啊，又不在内廷行走，
偶尔用它写字儿，偏偏都是错误。这个拙将就是把他的俸禄停止，常在内廷效力行走。那乾隆呢，七年的时候呢，又这个下狱说了，戴琳从前因他就是懒惰，我呢就是降旨永行停俸，不给他钱了。现在呢就是赏给他原俸啊，以后呢如果他要还是懒惰的话，不思这个民免，就是不勤勉供职的话呢，就是不但停俸，而且呢要将他重重的治罪。所以从那个乾隆皇帝的谕旨里边可以看出呢，就是对于臣子写的字，他也是要认真的来这个审阅的，发现错误的地方他非常的气愤啊，而且亲自给予惩处。后来过了一年零五个月之后呢，就是改变了他的惩罚，同时呢就是说再次解药，如果你再犯，就是定当鞭惩。三月堂法帖呢，它就完工的时间呢，没有具体的这个记载。当然有这个先生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认为是，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推算是在乾隆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之间，但是呢，档案记载就是说明九月的时候还在领一些钱，所以领那个就是石头的。这里边因为有聚集要杀，所以说他九月的时候我查到了，说这个内廷工程处行文说为永安寺月鼓楼欠安三一堂法帖这个石头聚解46块石头，每块用宝砂54斤9两啊，当时就用过了宝砂有2500斤，就九月的时候还没完成。那什么叫聚解和宝砂呢？聚解呢就是把石料聚开。聚解的过程中呢是需要宝砂，宝砂呢就叫又名叫就现在我们叫解玉砂啊，就是聚开石头和磨光它的材料。原始的聚解的方法呢是采用这个皮条或者是五尺锯啊，这个是我网上荡出来的图，开玉图。那个用这个皮条或者五尺锯呢，就是带动宝砂来开石，那就是那个《诗经·小雅·鹤鸣》，它就是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个之语啊，那就是用硬度比这石头高的宝砂加上水，又带动了又锯来带动啊，对于这个石头进行摩擦以后就可以把它锯开了。古代的人呢，这张图上大家看，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壶叫悬壶，滴下带水的解玉砂。就切割这个玉石，所以说呢，在这个当年档案这个7、9、10月份呢，那广楚司他等处呢领取的这个宝砂的数量太多了，2000多，所以呢，那个皇帝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查明说宝砂如何由他平易要也，无查何后啊，以后何查？就是说宝砂为什么随便让他要啊？你们没有查清楚，你们以后要查清楚。所以那个就说明，在这个乾隆十八年九月的时候，那安装这个三一堂法帖还没有这个完全完工。所以从现在这个我们现行掌握的材料来看呢，大型的刻帖常常不是一次完成的啊。那在这一部帖是从乾隆十二年特谕开始刊刻，实际经过大臣勾磨这个油条，应该是在34年的时候这勾磨油条。这个发出了油条，到这个帖石完全刻完，上了北海的月鼓楼，那它应该是将近6年的时间。现在呢，这个镶嵌在这个北海月鼓楼的石头呢，共500块啊，其中5块呢是三一堂法帖序，还有这个燕云晋泰题字，还有甲戌题诗跋尾啊等等，这个其余的495块都是帖石，只有5块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那就有学者认为，其实当年呢没有刻燕云晋泰这个题字和甲戌题诗2块石头，因为呢每次帖石大型的它都有编号，这个呢它没有第一次的这个编号。但后来我这个确实在我到故宫以后，那我就看了，原来这个三一堂法帖应该有燕云晋泰这几个字，但是我一查。就故宫的这个藏的这个藻本啊，就是不能说是最藻本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刻娃的那些本都没有这个燕云晋泰的题字，
因此上呢，确实是应该是在这个后来的时候听课了这两块课时，所以是后来增课的。这个从这个三音堂，从这个清空镌刻的大型课界来讲呢，就是有增课、补课、替换的现象。那康熙时期的这个瑁金殿法帖啊，和比这个三音堂法帖镌刻晚一些的这个静斋法帖呢，这个都印证了这点。但今天已经超时了，还讲那个别的那个，就是下边那个，因为大家都很晚了。你这讲的有点慢，因为，那下一个例子取消，讲一下那个什么，讲一下那个装潢吧，因为这个再讲估计还得一个钟头，讲一下装潢的问题，这个就没时间讲了，所以咱们讲一下那个。这个因为也是好多这个也是研究的学术问题，所以讲一下这个装潢，他们的装潢。这个故宫收藏的这个拓本呢，它是元刻的时间呢，是这个上自秦汉啊，下到这个民国啊，还有拓制时间呢，是从宋代到这个新拓都有。墨色呢，浓重的，可以照见人影的清代的宫廷的御制墨刻的这个乌金拓，有，还有这个墨色浅淡的，比如说这个就是浅淡的里边就是最好的最高境界，应该叫禅意拓，就是像鸡鸟翅膀一样的，特别这个浅的，而且颜色均匀的，我们也有，在这个，这就是乌金拓。那为什么叫乌金呢？乌金呢是墨的别名。明代李时珍呢，他这个《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墨是名乌金，它可以入药，可以止血，可以消肿啊，就是它那个特别亮。我们现在打开清代的拓本，叫可以，我们叫可以见人。见呢就是也可以当镜子啊，就讲有两种啊，可以当镜子，还有一种是可以照见人。这乌金拓呢就特别亮。在里面加了一些胶质，还有它铺拓或者擦拓了，应该多数是铺拓，就是多变以后就产生了这个效果。淡墨拓就浅淡了，这个大家就是也能够理解到啊。这个禅意拓，禅意拓呢就是说淡墨拓的一种效果，用薄纸就是薄纸，而且拓得非常精良，颜色呢不能说是深一块浅一块的，所以我们当时。那个跟马子云先生他学拓的时候，他一定要把那个就是这个一块布啊，或者我们当时拓铜器的时候用丝绸，里边包的是棉花，棉花不能是现在这种脱脂棉，不能有疙瘩，就是纤维一定要把它先揪得特别碎，纤维很短，这样的话左手拿着这个铺子，就是一块木头像乒乓球拍子一样的啊，然后有一个把儿拿着。右手拿一个铺包，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棉花的，蘸上墨之后，叭叭叭，要在这个铺板上铺。它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铺包上的墨呢，非常的均匀来拓，这样的话才不能说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拓的最好的就是禅意拓，就是如这个半云拢月一样，就是薄薄的云在这个月亮前面啊，这么一个感觉。这个装潢呢，我们呢就是装潢形式上呢，表本、卷轴，还有帖落，还有单张。单张呢，就是因为它碑有的时候特别大呀，它一般通常现在保留下来的，如果特别好的这个拓本吧，就是多数它都就剪成条了。因为它为什么要剪成条表呢？就是碑呢，它特别特别的高大。他最早的时候，他也不是为了写这个《大木林系书法》的范本，因此他就是后来呢，是为了保存和作为书法林系的范本。那我们搁在案头上的时候，必须得大小合适，不能那么老远也看不见。所以说呢，他要做成一定的尺寸。但是为了文字要通畅和
就是纹要顺的话，就必须把它一条一条的裁下来，把纹来连上。不会裱的还真是这样，我上次见到怎么也看不通，他把一块儿给绞下来了，那这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都是前五个字，所以你肯定不通嘛，对吧？所以那个有的时候说鉴定碑帖的时候，大家看看，有时候我放图片，说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明显的？它是碑的形式或者帖的形式，就是中间的没有那个裁条了，因为碑都是高大的嘛，所以都是剪条表或者剪字表，剪成一个个字或者是剪条表嘛，哎，就是这个。还有呢，这个这个贴摞，贴摞呢，就是大家知道原来那个贴的那个老房子里面，轴子呢是有天头和地杆儿这两个，它挂起来的时候要撑住，底下那要杆儿要比较沉啊，所以它比较平。那那个贴摞呢，就是没有天头和地杆儿，这样贴在这个屋里面墙壁上，所以叫贴摞。现在也叫有叫镜心儿的，就是挂在这镜框里边，哎，是这么一个情况。单张呢是碑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碑特别大，那我们要不把它裱成轴子，不把它裱成侧页的时候，它就会那个单张这么折叠一下，折叠一下好放嘛，要不然你全裱成轴子了也没地方放，扛着走也不方便啊。那个所以说呢，但是它呢因为反复折叠，折叠的地方就会有洞，所以通常来说，如果要是不把它裱成册子或轴子的话，那就要把后面拖一层纸，拖一层纸之后一折叠，先磨的是那层纸。这个单张我们都这些形式我们都有。那故宫收藏的这个许多拓本呢，就是除了这个拓制时间早以外呢，就是拓工、裱工和装潢都是要非常这个精湛的。因为这个你说刻的也必须好，拓的水平也必须高，如果要是那个墨要如果是你拓的不好，首先你上纸的时候那个字呢不能就纸不能紧紧的在这个碑的平面和字口里面，因为我们拓的时候必须那时候跟马子云先生他学的时候，就是这个纸呢我们叫闷湿，就是拿那个湿毛巾啊什么闷湿，他们现在就拿那个刷子一刷，就水就上去了。之后纸呢，它还是有这个延展性的啊。完了拿那个带那个竹子或者是牛角之类的，这样比较弹性的，就像我们那梅花针似的，这样敲，就是字口的地方一定要敲，把这个这个纸张使它延展，字那个碑里边的那个字环要紧紧的，这个纸要贴住那个字环，这样的话拓的时候。高的地方平面的地方才是黑的，那个挖进去的字环的地方才是白的，但是如果你弄得不好，你没有给它敲实一踏，它可能就显得那个字口很污土，我们就是说风影如新这个表现不出来。还有一点，你上墨的时候它要如果是水要是大了的话，它就会淹墨，这样的话呢一淹那个我们就看那个字环肯定它就不清晰了，所以像这样的都是对于一种善本碑帖的一种要求啊。就是有些那个很多我们流传到现在早的拓本呢，都是这个保护的者保存者保护者呢，他们非常精心的来这个保护，让好的裱工来裱，因为裱工呢碑帖和书画的裱的方法完全不同，书画呢是要使劲给它擀。擀得越平越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平和薄我们卷起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它这个不窝折，就是要如果特别厚特别硬，那卷的手法又不好的话就容易这个窝折，所以绘画它的装裱要使劲擀。但是呢碑帖就不一样了，碑帖我们知道刚才讲了那个只有延展性，字画里边它都是挖下去的，等我们接下来一看，他那从后面都看出来他那个字环是挖下去的，但是呢你要如果把它装裱的时候把它那个使劲压呀使劲擀呢，那个延展的部分就变大了，那我们那个字环就变粗了，就没有原来的精神了。所以呢当时碑帖的铺子必须得是专门裱碑帖的手法，就是让这个字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就是要点粘把它
把这个字环延展的这个东西再让它收缩进去，就赶到那个字当中字环当中去，这个皱褶。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碑帖的简单的方法，他们说看是印刷品还是碑帖，那首先就要看这个字环里边有没有皱褶。这个装裱就是啊也很重要。这是我们的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些装潢，这个装潢的形式。这是都是宫中的这个装潢，这个是这个鸢剑斋御笔法帖，康熙33年刻的。这是宫廷的这个。宫廷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拓本，这个因为也挺有意思的，没什么时间，所以不能细致再说，也是特别长。这是大臣进献的一个拓本，从那个装潢来看呢，它就是应该用的这个官桌，因为这官桌是这个为皇家服务的嘛。但是大臣进献的拓本，它是不是可以随便就是用那个官家的这些工匠可以用呢？它应该有这个手续。但是呢就是没有，就做活的时候没有现在找到这样的这个档案，就这一份的记载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装潢的这情况，还有这个刻的这个刻丝，因为这个封面和封底都是刻丝，这个来讲呢，它肯定是江南三织造，当时这个苏州织造这个刻丝，因为比较擅长他做的。而且这一本呢，它就在这个我们这个装潢的这个当中呢，应该是也属于这个最好的。它那个表边呢也不一样，就是表边呢它是用那个花翎，就是那个因为有那个它是织花的，织了有云龙的这个纹，不光有这个云龙的纹，还在上面又拿金的这个颜色又画了这个龙啊，这也是很少见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大臣啊，这个蒋平熙，他当时受这个康熙皇帝就是赐给他的这么一份这个康熙41年他的书法，所以他自己刻的，这么就是从语气上看是他自己动意刻的，但是现在从装裱上来讲应该是官桌的活。所以说为什么他是官桌呢，就是说一般坊间不可能完成。第二呢，就是宫廷用的这个龙纹，它是有定式的，不能随便的人都用啊。还有这个刻丝，这个封底封面刻的水平非常的高啊。第四呢，就是具备康熙时期龙纹的特点，因为康熙时期的龙纹，我们观察它和乾隆时期它都不一样的形态，龙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一本呢，因为是故宫藏的呢，它是官桌能够承接大臣进献礼品活计的这么一件实例，它也是应该是档案中的一个补充。但是为什么它这个就是说能够用这个官桌，而且为什么它登录了这个石渠宝笈三编，这个我们还得继续找资料。再往后看，这都是宫里存的是入石渠宝笈的。入的是宝笈三编，这个是我找了一些拓本的这个封面啊之类的。这个是乾隆御制15文的盒子，里里外外刻的都是一些题跋，是紫檀的啊，非常的精致。上面是那个御题这个耕织图的木盒，雕花的紫檀的。这三星堂法帖，因为宫廷里的多数的它的木头用的还是封面，还是用的是楠木和这个紫檀比较多。有的前印呢是避暑山庄，前避暑山庄的就应该是曾经放在避暑山庄当中啊。这个钦定传阿格帖再讲一下，这个钦定传阿格帖，钦定传阿格帖呢，它那个是，刚才不是讲了咱们那个勾本嘛，
那这个是乾隆34年的时候奉祀这个刻的啊。它这个装潢呢，至今是在帖面和这个木盒，它这里边拓的呢，现在看的这些留就是留下的这些本子，没这个三一堂法帖那么精啊。这个是秋木雕花的，你看它有的吧是，比如是这个竹帖面配牛角的字，或者是竹黄的这个字的签儿。我们现在这一部帖呢剩的最多，有30多套啊，装潢非常的这个精美啊。有的是紫檀面上面的嵌罗甸的字，还有嵌青玉的字。红木面呢有这个镶铜镀金的字，还有这个用那个细的那个竹条啊拼接的这个帖面，完了用那个竹簧来这个拼的这个字啊。哎，这个是我们再就看一下这个情况。还有这个这一部呢是紫檀，上面还这个有这个图案，是用金银丝，金银丝呢它是叫杏林春杏这个图案。我们在这一部帖30多部帖里边有10几部前的这个避暑山庄。那避暑山庄呢在康乾时期呢它是安排政治活动地点之一，一些重大的活动呢都是在避暑山庄里举行。那康熙年间呢就是玄烨呢他就利用这避暑山庄进行了许多就是有利于这个巩固边疆的活动。到了这个乾隆年间呢就是更加成为啊招封各民族首领还有外交的这种重要的场合，所以前避暑山庄印的这个拓本呢就应该它是这个存在这个避暑山庄当中。这种呢就内拓虽然不是非常精，但是外部装潢非常这个繁华的这个种类也繁多的这种帖呢就是作为赏赐用的。这种这个装潢形式呢就表明了当时有众多的这种赏赐赐予的要求啊，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反映出来这个乾隆朝它的政治呢非常稳固，而且它经济呢就繁荣的这种社会的现实啊。这是这部帖啊，咱们刚才就是也展示过了啊。这个清内府的这个拓本呢除了这个册页以外呢还有卷轴啊。卷轴呢就是包手呢它多为织锦，有的那个还配套有玉别子，玉别子上面就背后刻的那个帖名啊，名啊它都是名字它都是和这个内容相符的一样的啊。为了表明它就是为这一个拓呢专门定制的。那轴子形式的装裱多是与这个宗教相关的，就也有这个墨拓这个唐卡的这个形式。这个拓本呢就是多为墨拓，也有少数是这个朱砂的这个颜料。另外呢就是用这个墨拓之后呢用这个泥金就细致的把那个白色的地方给填上。哎，那那个墨纸呢它又配着这个非常闪亮的金色，就形成了鲜明的这种颜色的对比，所以呢就给人说非常富丽堂皇的这么一个感觉，就尽显了皇家的这个气势。拓本从这个装潢可以看出呢宫廷的这个制度要求，这个大臣们奉敕写的连句诗，哎，这个连句诗呢就是不一样了，它装潢就比较简单了，一般都是说皇帝起头起一句，完了呢剩下那些重大的活动之后呢这些臣子们他们就是也在后面续上这些连句啊。这多为这个织锦面，但是织的比较粗，都绿色的篦子，完了织这个金色的凤凰牡丹或者是花卉的图案。哎，中间凹下去的这部分呢就是是拓的，都先拓好了贴在上面啊名称，所以也是显得这个比较简单了啊。清内府的这个拓本的装潢的艺术是在全面继承了这个明以前优秀传统的这个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呢它就是有鲜明的宫廷特色。那这个内府它
拓本装潢艺术和其他宫廷美术一样，它是有突出的时代风格，反映了这个统治者的意图和审美观点。那到康熙和雍正的时期呢，拓本就显得比较端庄古朴这个装潢。那乾隆时期呢，就是非常的繁华，来这个富丽啊。嘉道以后呢，经费不足了，因此上呢，就显得这个日趋这个拓本的这个装潢就很这个粗简了，手卷啊、包手啊，就没有刚才说的玉匾上的那些刻字了啊。但是呢，仍然保留着宫廷制度要求和宫廷艺术的主要特征。所以，清代宫廷的拓本不但具有这个重要的文献和书法价值，同时也是研究这个清代装潢艺术和宫廷美术的宝贵资料。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其实今天晚上那个尹老师滔滔不绝讲的这么一场精彩的讲座，已经是今天他讲的第二场了。第一场不是讲座，是在上博的一个录像。那么上午的录像加上晚上的讲座，将构成尹老师这个关于故宫收藏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那么真的衷心感谢故宫的学者，这样子的兢兢业业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而且其实尹老师呢，据我了解，虽然这些课程他是烂熟于胸的，张口就可以讲，但是他每一次讲课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虽然他身体并不是有时候会眼睛有一点不太方便多使用，但是他为了答应上海博物馆的这样一个邀约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精心准备。我们再次为他这样子的一个精彩讲座鼓掌。那么预告一下，12月20日的晚上呢，我们再次请到了那个故宫的专家王连起先生到上博来。那么这样就是说，故宫的几乎整个的一个碑帖研究组的这样的前辈年轻学者，都对我们上博的这样一个项目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和支持。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20日的晚上继续可以在这里听王先生讲碑帖鉴定。那么如果不能来的观众呢，请期待2017年上海博物馆的中国碑帖这个课程线上的这样一个发布。所有的课程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我们呢将陆续从第一课汉代的摩崖石刻开始陆续的放上。可能尹老师以及故宫的收藏的这些课程要制作好的话，也要在2017年的半年之后了。所以呢，谢谢大家的那个关注和理解。好，今天晚上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您远道而来，也欢迎再次能够到上海博物馆来讲课，跟我们的观众互动。